喜欢吗？还满意吗？还打上的广告。古董它有要求，每一个板件的花槽都要对称，嗯，对吧？因为它贴的是那个花花草草嘛。对，对，它每一个板件都要对称，不能说啊，它花就是要完整的啦。哦，不可以有切掉一半这种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比如说我们在画图的部分也很麻烦。因为它又要做，因为古董它要求要很密集，那个花朵要很密集，嗯，然后又要每一个板件做对称连接，嗯，对，所以施工难度真的是非常高了。其实早在去年，古董就有说他这一台车要贴膜，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贴什么颜色。啊哈，对，那在今年过年，今年的一月份吧。就跟我说他想要贴这个东北大花，嗯哼，那再来就是前前后也是修改很多次啊，因为他觉得说花朵够密集，哦，这样，所以你们之前修改蛮多次哦，之前有些大概给他看过要怎么样子的花色，然后他不太满意，那他这样跟你们修改过几次？修改过几次应该有六七次吧？哇，嗯哼。对啊，就是一直调整啊，然后再传那个新的 3D 图给他看。嗯嗯嗯嗯嗯。那全部确认好之后，我们才把那个图印出来。正常一辆车是施工时间是一个礼拜七天，那、他一辆车我们做了14天。哦，几个人贴？那中途也是有一直在做新图啦，因为图对不到就要换一张新的，那我们就还要再印做。公车管如果是单一改色，基本上会落在14万这边。可是其实像这种彩绘图，然后又这个特殊要求，嗯、基本上我们是会抓25万。对啊，但是因为是古董，古董嘛，因为毕竟做那么多辆车了，对，就优惠他20万，友情价，错，收到车之后吗？对。收到的反应哦、hey ，这个你要问他会比较清楚啊。没有，就你那是真的非常开心啊，我看他非常开心。你有到、啊、到他家吗？还是就是他有啊有啊，你有去他家是不是？有，也是亲自过去跟他交车啊。对啊，看到他满意的表情的时候，你自己心里怎么想？心里怎么想？这我要怎么形容呢？就完成了一件，很厉害的艺术品，这种感觉吗？算是，是啊，因为真的是花蛮多心思在这一辆车啊。那胡董他收到车很满意，当然我也是觉得说一切都值得了、啊。